这个男人好奇怪啊，嘴唇好软，鼻子好大，好特别的男人啊，我喜欢。你要干什么？不要害怕，我保护你。谁害怕了？咚咚咚咚咚，就是害怕了。荷尔蒙，这是荷尔蒙，你懂吗？荷尔蒙。嗯。哎呀，大姐，我都成这样了，你我没工夫给你搞这些，你让我走吧。不许走。我明白了，你商家是谁啊？说吧，要什么东西我都给你。你是谁呀？高振赫，我是星河边落的苏黎西，星月。哎，你说的每个字我都认识，但为什么连到一起我就不懂了呢？你叫苏黎西，还是叫星月啊？星河边落的苏黎西，星月。星河边落是我们的家。苏黎西是我们的首领，你也可以称她为女王。不是大妈，你又是谁啊？你看看你们这装修，你们住的，你们穿的东西啊！哎，你是第一个活着来到这星河边落悬崖上的男人，所以你才会觉得我们疯了。行行行行，你们没疯，我疯了，行吗？玩 cosplay 呢？我不玩，我玩不起。你们这景搭的不错啊！录节目了吧？真人秀对不对？你演谁？神经病。哎，你演谁？神经病他妈吧。行。哎，你们这机关做的也不错呀！啊。放这边。哎呦，道具做的也很逼真啊。哎，演员选的也很用心啊。哎，你们玩真的？太过分了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哎，放开我！小姐姐，我告诉你，你把我放出去啊！有本事你放我出去，我跟你单挑啊！单挑？你还想打女人啊？真的拿你丢脸！真的丢脸！就是，真老男的呀！撒手！